下面，汪汪怎么哎、欸，了？会咬被他，烧到？痛啊！按错人了，哦，杜鱼啦，咬到哈基了。咬到哈基，咬到完全没感觉，对啊，比较钝，咬到没，还是在合成啊？哎、欸，1.14的生态变那么奇怪哦，钻石会连这么近哦。我没有看到你说的串词在哪。你就是背对的那个背对边界，然后往右前方的岩浆下面看，有三座哎。背对边界，往右前你看方我，你有没有看的到我？你有没有看方到向。我？我在这里，我在这边换。在哪？背对，好，我看到你。背对边那界么了，远，我以为是前面那一个。太远了啦，没有，这边啊，看三座哎。太远了。可是这个在里面，藏在岩浆里面。没有啊，我是问说现在生态域改成这样子了哦。你说岩，钻石藏在岩浆里面？不是啊，这么近会有这么多钻石哦。不知道啊，矿床。这里那高种度已经矿剩那下种5格左右了，你不理他。应该都随机的啊，毕竟1.14之后，你出生点随便往下挖都可能找到废矿或是神怪城。这场有神怪准吗？哎呦，只是1.14的生态，我觉得非常的丰富，很容易让你找到。哎，我刚下课回家，WW 怎么对，有可能找到瑶哦。开繁星暗暗，真的，感谢，不客气，靠瑶。看到组队三个排队前进啊！感谢陈旭定40个月，感谢 NN 旭定三十八个月。有点远，那个距离可能还看不到你。哦。那就摇得动啊，那摇得动，摇得动，哎、欸，但就在隔壁耶，他们往隔壁挖就遇到了。对啊，等下这个确定隔壁这个是摇得动吗？是啊，很难吧？是啊，好像一路，刚刚摇就在这边遇到那个僵尸的啊。哦，哦，下面那个洞他自己补起来。啊，不是，他们在往下挖就会遇到摇走不得动了。在隔壁而已，好近哦。他们往旁边哦，有有，哎有有有。要分批，要分批，要分批了！哇哇哇！准备开始配音喽，就隔壁一个。他们都往右边挖，不是往左边挖。可能左边不讨喜哦。好，我等下来配音。我发现有人挖过的地方了之类的。来，开始准备了。他们完全好恐怖，往挖的这样默契的往别个地方。这里怎么有工作台？是不是有人？不行，有个新人太安静了，我要叫他讲话。Michael，如果挖不到左边的话就看不到了。Michael 子，喂，不用害羞。哦，他这个的意思是说，我是听着你们讲话呢，听你们讲话就够了，我很满足。不像是满足哎、欸，他都觉得都是我们在讲屁话，都没让他发言的机会。真的吗？Michael 子，拍谁？现在就是你看到什么就讲什么，对，你现在可以随时表达。来看哪一队啊？有，杰克挖出来了，他说看到别人的火把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。杰克说这里好像有人。对对对，你看你看这边，对，有没有？你看这边火把，你看那么大。哇，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这里有人，哎，这里有人来过，这里有人来过。是吗？他来探索了，来探索了。看这边有人呢。他现在是很崩溃吗？崩溃了，这里有人，你来看。我挖的这里是瑶挖过的地方还是？是瑶挖的啊，瑶插完火把就跑了。窑洞。他说不对啊，这边有金矿，有铁耶。都没。难道是自然生成的矿坑？对，都没挖，那这家伙到底在偷？玉米跑到那个瑶挖过的地方。对啊，要金哎，铁。他怎么这么多东西没挖？他就走了。他就看到我，他有铁镐，他只有做铁剑跟盾牌就跑了。就看到鬼啊。没办法、啊，哦，有火把，然后又有矿物布花，他们应该很混乱。他现在心里在疑惑，这个地方真的有人吗？怎么矿都在呢？好奇怪啊！黄队钻石装了，哇，太扯了吧！这是我穿没穿啊？谁呀、啊？他自己怎么一个人这么边？
有骷髅。哇，他这个方向是完全没人的方向哎。那钻石装就衣服跟头盔。那个大家都不动。嗯，你那个，大家你是看在人家附魔的地方是不是？我刚刚在团团这里啊，然后看他走过来，停在原地就不动。他可能也在滑手机打排位，周团打排位。哎、欸，很近很近。谁啊？谁？团团跟紫色，我们会遇到。真的吗？从刚刚就是很近啊。我觉得很近，因为他们都在挖，看起来都在挖同一个方向。团团，看一下团团在哪？还好哎、欸。您在这里。这比我刚刚看到钻石还要远呢、欸。有有，杰克挖开了，摇得动了。紫色如果继续往前挖的话，就会那个啊，他们就会看到。没事继续玩啊。这边死路，可恶，到底在哪里？哦，老野张了。大家都在那个。你是不是切那个瞬移过去的时候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就站在原地。哇，那就是你那个喽。不知道为什么？哎、有哦，有人好像切观察者会卡哦。真的？那我再偷切一下。还在切。是。没有哎、欸。我现在拼只有一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？有人受伤啦！没有，一还好啦。那是接镜头吗？弓箭手杰克又看到了，看到了很多金矿。啊，这里真的有人吗？看到每个都在那。怎么玩的？为什么他们？哇，我好希望杰克往前走，然后窟窿往上面射到历史哦，然后就掉下来，唰唰唰。窟窿有这么牛批吗？我希望啊，他可以射歪一点，射上面一点。刚刚可以玩到一个人在世界的另外一端了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端。分散投资啊。最左边跟最右边的感觉，基本上就是泽平跟有人吃下了一个月饼啦，我们的腰，然后那个、啊，他们离着这个距离，我的妈，这辈子不用再看到了。拆火了，拆火了。他这个这么亮，大家都看得到、啊。哎，我在这里咬我啊！刚刚泽平跟我们拆火了，他选择要跟 Michael 组团。我觉得自己命不久了，然后赶快吃个效果，然后好有那个画面。他快饿死了吧？三十秒这么快啊？就是，那附近也没什么人啊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只对一个看到了。嗯，是谁？摩狂看到了。看到什么？看到瑶啊！我们要过来，也是要一直就他最亮。对啊，因为刚刚 Moco 是看着瑶的方向，有个啥？现在是看得到名字啊。他们都跑到瑶洞。瑶巴亮，他刚刻了那个瑶洞。哇、哦，黄队太远了吧？哇、哦，黄队的状态真好哎、欸。这什么？吓一跳。团团的蓝白混搭，干嘛？你要是挖到杜宇，哎，马下面。瑶是不是在往紫色那边挖、啊？他一直在往前挖。马里面。哦。他是往这个地方。哦。哇，泽平有挖到钻石哦。他是要挖回去 Moco 那边的啊？你看瑶。对啊，他往回挖。看到 ID 了，他怕了。这个位置看不到吧？有啦，看到了啦，不然他没道理说挖好好的，突然推过去往回走。妈、欸、的，里面有一根东西在甩啊甩的，好诡异哦。可是我在这边没有看到 ID 啊。那是什么？我觉得他是听到脚步声吧。不可能啊，那么有没有脚步声啊？就是听到怪物的脚步声啊。那个是妈妈哦。
有啊，我看到 ID 呢。没有，我没有看到谁的 ID 啊。啊呵。等等啊。黄队在干嘛？这么远看不太到 ID。他们蹲下挖，你怎么看得到？装饰吗？还是？我的妈妈咪呀！哎，这个就在预估咯，这个以身作法哦。他们在山洞种树，真的会长大吗？会啊，会。空间够，空间可以不够的话就长。要预估是不好的行为哦，虽然你没有在开台。我觉得他是在找哪里有洞，这就是在找矿、找钻石的啊。这个哦，这个太哇太明显了，糟糕。这很明显好不好？没办法帮他说话，刚刚。我觉得他就剩这么一点点而已，他挖到钻石好像也没有什么。在别人面前丢丢到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找洞没有用，他找到的洞他都不敢探。你请看前面那他上面这个洞，他直接把路封起来。你看前面的一堆矿。他都不挖，嗯，居然，然后他选择往上了，我不知道钻石了。再聊就选哪里啊？可是瑶要晚上啦，瑶。说不定上去再找到刚刚那个村庄，可以住在里面。哎，现在是快白天吧？23:09。嘿，白天。啊，有地牢！我终于看到地牢了。哦，在窑附近。嗯、这张图没有废矿。对啊，没有没有。对岩浆没有废矿。瑶加油，你往上挖，那个洞就有废矿了，不，有地牢了。对啊，僵尸的。看到。但他一定会选择。溜。不一定吧。剩五滴血保生命啊。对啊。看他头上的铁。冬秋都过了，外面的肉还没烤完，太过分了。你外面还在烤、啊？今天还在吃寿喜烧啊。啊啊！好饿。好吃哎，肉超嫩。我不想知道。还有。我不想知道。橘肉、优格。闭嘴。还有奶酪。啊、哦！丢进去，寿喜烧里面煮奶酪，全部丢进去。甜点啊！哦，不是煮进去哦。哦，我还想肉沾优格哎、欸，好像蛮正常的，糟糕。你把优格也加进去。我很想哎、欸，我觉得酸酸的肉哦。优格寿喜烧可以啊，什么都放进去。我觉得吃饱了配酸的就又有食欲哎、欸。哦，我饿了。对不对？别人在挖矿，我们在讨论寿喜烧。寿喜烧，那不是龟苓膏，那是糖糖浆哦。想吃寿喜烧、欸，我还没吃过蛋的寿喜烧哎。我是加那个啊，他就说整颗蛋打下去，然后沾蛋直接吃啊。我还没吃过那一种的。就那时候，那个我的肉太烫了，把蛋给煮熟了，然后感觉吃蛋花糖。哦，第二个地牢、啊，那个不是应该要先生肉沾蛋白再下去？没有哎、欸，他是叫直接打蛋，然后直接，嘿，我觉得我还很生肉加蛋，那个生肉加蛋沾蛋白，然后直接下去，不是沾蛋黄吗？不是蛋黄啊，没有蛋黄是放在配料里，不，他真的会错过、哦、哇，他蛋白是那个啊，另外一种，好吧，这就是缘分了。两个的缘分，两个的缘分，他潜意识想要活久一点啊。哎，地表有一个废矿啊，地表一个很近的废矿，也在窑附近。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，请往这个废矿走，再往前走一点就可以看到下一个废矿。请往这边，哪里有废矿？不，对不起，地牢，对不起，一直口误。讲奶酪讲到口误了。这里有两个。想吃奶酪。这边，再往这边走，再往前走，有没有看到一颗头颅还在飘？这里。这里是脏笔的。一个还在上下飘的，有没有看到我？你在哪里啊？请看废矿，不，地牢这边。哦，
这个废矿还蛮远，这是什么蜘蛛的？对不对？你也讲错了，地牢这边酱油，那一定是你看错边了。两个都是，对啊。那这个地牢是完全没有出口的那一种。对啊，太地表了。哎，酱油你在看谁啦？我可以传到你们那里吗？你在哪呀？你在来窑旁边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然后看到比较远的那颗头，那一颗才是我。你看到谁啦？这个不是你吗？这是我。你在看谁啊？快点啊！我动得很累，快过来。他在哪里？地啦，我就在这上下动而已。对对对，我在跟他上下动。白痴哦，这里啦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你给我解释呀、啊！我不听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就是啦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哇、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漂亮哦，屋顶。哎，这个风的好密哦，哎、哦，这个我哦，这个好看。对啊，你们很幽啊，幽闭恐惧症很幽啊。这间我不走，这间好舒服的感觉。摇出来啦！摇出来啦！看到这个废矿，就想到以前在沙漠找废矿的时候，只要找到沙子掉下去，上面有一个凹槽，出几个那个就是废矿。注意哦，就是这样子吗？哎，瑶，你后面有兔子，你怎么？啊、哦，瑶刚刚被莓果虫扎到一下，你会被扎死吧你？我要去看他。这是啥？哎，狐狸耶，狐狸。